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深夜食堂，没有点关注的记得点点我们的关注，没有看到真爱的也可以看到一下我们的真爱，左上角关注可以点点电脑，或右下角通知我点一点，然后呢真爱的话说一个真爱的方式就可以赠送我们的这个加入我们的真爱堂，真爱堂加入之后可以进入我们的粉丝群，粉丝群的话你们可以分享你们想吃的，或者是说我们有时候会分享，像昨天就跟大家分享了那个烤面包，用那个烧烤机小小的做了个烤面包，然后呢今天晚上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的潮汕名小吃之一，没有之最，只有之一，这个呢是那个无米果，这个水果啊，然后还有那个什么笋果，笋果刚刚已经吃完了，嘿嘿，我比较喜欢吃笋果，然后这个是那个不是我们树上的那种水果，欢迎肚囊炎鸡，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深夜食堂，没有点关注的左上角记得点点我们关注，深夜食堂每天晚上11点都会准时开播，分享各种美食，大家记得没有点关注都可以点点我们的关注啦，欢迎游客，好饿，现在就是真的是又饿又热，然后又渴，水喝多了呢又想吐，干啥啥不行，吃饭低迷，哎呦吓我一跳哦，完了按不回去了，我这个手咋那么欠呢，我这个手啊，我这个手怎么那么欠呀，那样那么欠，就一定要给它掰上来，掰完之后现在好了吧，下不至于了，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深夜食堂，没有点关注这里，欢迎139用户啊，嗨嗨，很欢迎蓝天白云，我再也没有每天都没有的存在，不知道要做些什么，曾经的想留下话剧